我这时候应该准备个手机支架，家人们，让狗子们学习匍匐前进啊！揍一顿就好了，咱们一个一个来。第一个是俺家老大，第二个是 Seven 家们啊，咱是 Seven 先来，知道不，家们？咱是 Seven 先来，来，老大过来，来，老大，你过来。咱该学点新才艺了，家们啊！狗子们应该整点新才艺啊，家们。好，老大，今天看老大会不会匍匐前进啊？老大，你正常坐，你正常坐，来，坐起来，坐起来，坐起来，来来，坐，坐起来。好，正常趴，老大坐起来，老大坐起来，来坐。好，正常趴。哎呀，你看咱家狗，咱家老大和老四他都不会正常趴，好像你看他都不正常趴。来，老大呀。看咱老大厉不厉害啊！带娃好久不能看老爷直播了，粉丝团都掉了。欢迎爱三文老四啊，欢迎姐啊！老大来，你往前走，老三来，小面吃。哎呀哎呀，这家伙这反应太快了，老大这反应太快。老大小面吃，想吃是不是？是不是想吃？是不是想吃？往前走，老大来，往前走，来，老大往前走，不行你来，老大往前点。嗯，老大你配合一把行不行，老大？来，过来，来，往前走，一、二、三，不对，不对，来，不能，不能站起来，不能站起来啊，来，不能站起来，好，不能站起来啊，咱只能往前走，来，来，来，往前走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来，来，我不，你也匍匐前进呢，不行，太近了。这个太近了啊，家们！怎么才能让狗学习匍匐前进呢，家们？我都忘了之前是怎么教的了啊！来，老大啊，看老大行不行？老大不动呢。我跟你说，首先呀，老大这个趴这个动作就不对，家们。这个狗想学匍匐前进呢，它这个动作后腿动作不对，后腿吧应该双腿朝下，脚面朝下，知道吧？撅着，知道吧？来，坐来来来，坐着，哎，双脚朝下啊。一边一个腿往两边撇，他这样才能使上劲儿往前走，对不对？哎，你那会儿你使不上劲儿啊，对，这会儿呢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种往前走是对的啊！来来，我先来，老大，来，老大来，前面吃，老大来，一、二，前进，往前走，老大三。我感觉好像在都对牛弹琴呢。老大，你跟老爷学一下子啊！老大，跟老爷学一下子，老大，看老爷怎么做到的，老大啊，看好了，老大。首先，这个爪向前，然后后腿向前，趴着往前走，老大，看我，趴着往前走，老大，哎，趴着往前走，看不着，老大，趴着往前走，然后把零食叼起来。看会了吗？我给老大做了个示范啊，家人们，我给老大做个示范，看老大会不会啊？老大看不见，老大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不对，不对，你不能这么抢，这么抢是不对的，老大，你得趴下往前走，啊。老大，你得趴着往前走。来，告诉你，前腿先动，然后再右脚，再前脚，再右脚，再前脚，再右脚，再，这不就 OK 了吗？咱们多教两遍，老大就会了，家人们啊！多试探两遍，老大就会了啊！来来来来，往后退，来，往后退。好了 ，OK 啊，老大，来问你，你学会了吗？学没学会？老大学没学会？学会了给米饭，学没学会？加油！啊，加油！加油！老大，加油啊！啊，老大，准备好了啊！一、二、三，走啊！他好像不感兴趣，加上老大今天好像有点不太感兴趣。老大，一、二、三。
怎么才能家人们怎么才能诱导他往前走呢？家人们怎么才能诱导老大往前走，匍匐前进呢？怎么才能匍匐前进呢？家人们啊，怎么才能诱导他匍匐前进呢？啊，你好像缺氧了，我怎么感觉我现在似乎好像对牛弹琴了呢？老大呀，你往前走一步呗，行不行？老大，行不行？老大，你能不能听我老爷说话？来来来来，往前走来，一二三。对，有样了啊，有样了，一二三三，有样了，看你现在已经有样了，看到他做好动作了，老大已经做好动作了，来，一，怎么双手插兜了呢？老大，当年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那是怎么出来的，家们啊，当年我双手插兜，哎，那怎么说来的？那个有句社会名言，怎么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、三，加油，老大，加油，老大，老大应该学会了啊！他现在已经做好往前爬的动作了，家人们，我们家老大现在已经做好往前爬的动作了啊！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你看看，当年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才是对手。来，老大坐好了，带领着啊，带领着啊，老大坐好了，来。我这个时候吧，家人们，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，知道不？应该不能拉，不能好，不能拉，不能起，不能起来啊！站着应该就会了，家人们，站着就会了，知道不？好，老大往前走来，一，我觉得这种他肯定会，家人们，知道不？因为他有东西压着他，知道不？导致他起不来，啊，这样有种压迫感，老大想逃离这个东西，他想逃离这个东西，他必须往前爬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他想逃离的东西，他就必须往前爬。啊，一、二、三，走，来来，往前走来，三，老大，嗯，我看老大能不能往前走啊？我现在我不搭理他，家人，我现在我不搭理他，你看老大能往前走。咱匍匐前进，全网最漂亮的，咱下一位就让 Seven 来，家人们啊，咱们看 Seven 的匍匐前进能不能从这里边爬出来，家人们啊，能不能穿过这个东西？看 Seven 的匍匐前进能不能穿过这个东西？老大往前走来，老大往前走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一、二。一、二、三，往前走，老大，他有这个动作了啊！老大现在已经有这个动作了啊！一、二、三，三，老大三，老大是不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呀，家人啊？不行，咱换下一位吧，家人们，换下一位吧，啊！一。二三，一二三，老大没起来啊，家人们，他刚才抢这个零食，他没起来啊，一二。他有往前走的意思，家人们，老大有往前走的意思，但他没爬起来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家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家人们，老大没爬起来吧？他对吃的没有什么欲望，
知道吧？他对吃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欲望，他跟当年的小狗不一样，所以呀、啊，成年狗，咱们成年犬很难训练，能不能训练出来？能训练出来。我跟你说，咱们老大现在也能训练出来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老铁们，你们猜，咱们只有一个办法，你们猜是啥？能不能猜出来，家人们？啊？所以送到训狗基地，家人们没有狗训不出来的，知道吧？就一个字儿，饿着，家人们，饿个三天三夜，或者饿一个星期，家人们，他见啥吃啥的时候，你再训他，他层层往前跑，知道吧？你让他干啥，他干啥。所以呀、啊，家人们，那些训狗基地，基本上狗子全部都是饿出来的，打不好使，老铁啊，你放心吧，家人们，打肯定不好使，啊，我跟你说，越打越害怕是不可以的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想训狗的找对方法，你不能打他，你不能让他怕你。他怕你，他只能夹着尾巴跑。你得让他喜欢你，你得让他对你摇尾巴，他对你感兴趣，他才能相信你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啊，所以老大，家人们，我们家老大现在他为啥学不会呢？因为老大吃的太饱了，家人们，老大吃饱了。啊，咱们有请下一位啊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有请下一位啊。下一位谁呢？下一位欢迎谁啊？欢迎我们家 Seven 们，家们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俺们 Seven 的匍匐前进什么样啊，给大家看见证一下子啊，我们家 Seven 的匍匐前进啊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来，老大过来。